水。好，我上来看一下啊、哦。直流的。直流哦。好，现在。好，现在没有负载的时候，这个电压呢是16.，因为在跳动，好，算16哈，16，因为也有到14的，好，16哦，好，那个我们加第一段负载。好，加第一段负载之后呢，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电压呢，哦，电压，好，电压一啊、哦，那电流的部分呢是0.31，好，电压的电流部分0.31，对，好，那个高雄科大队 Fusion 那个有没有两位同学要跟我们说明一下，你们从初赛完之后，你们做了什么调整？好，我们这个因为一开始初赛的时候叶片太薄，所以承受没办法那么大力，所以我们后面就直接把它的叶片增厚一倍，变成0.8的不锈钢板。那我们在叶首跟叶尾的部分有做加强材的部分，让它可以承受更大的流速这样。啊，主要我们连发电机也改了。我们让它的瓦数变大，对，主要就是这几个。发电机瓦数是多少？400，就是主输率涨到400，对，这是我们主要更正的地方。换了一个发电机。好，其他评审有没有意见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好，那个高雄科大，你们觉得你们需要再测试吗？还是这样就可以了？应该这样就可以吧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了哈、哦，是不是？一点一，差不多最大就这样，差不多了哈、哦。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喽。好，谢谢高雄科大，谢谢。好，第三队，高院科。